小150分钟的中等至高。有电商表示，销量比平时多了超过20倍，也有实体业者增加2成的人手以应付需求。记者林之二位，其中的运动产品销量同比增长4成。另一家电商品牌则表示，在双十一的首个小时内，东南亚地区的销售额达到平时的超过。此外，当局访问了涉事狗儿的主人和兽医，其中2只狗很可能是中毒而死，尸体在调查展开前已经火化，第3只狗则没有中毒的迹象，因此不太可能同另外2起事件有关。是这里啊，我清清楚楚看到宇哲跟上班是站在这里的。